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了车内来看一下该车型的问题收集篇。那么作为前排来说的话呢，其实实际上我对于该车型整体的设计还算满意，但是我们还是会发现一些设计上的不足或者一些问题。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该车型整体的设计。在铰链的部分来说的话呢，目前这个铰链并不是太好，但是由于本身它的这边的迎宾地台部分的位置呢，或者说辅助踏板的这个部分的位置呢太高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会造成一个问题。我用比较一般的这种铰链3D 的就会变成这样。它这个卡扣呢完全被铰链的边缘被卡在了那边，并且没有办法回位，所以就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很可能会造成一些隐患。所以我们建议是不是能够给一个好一些的铰链，并且能够将整个这一侧部分的这个拉手尽可能往我这一侧再靠一点，就是把距离呢再往这边再移一些，这样的话留下足够的间隙。那即便是我用一些这个满淘宝去买到的一些铰链也好，怎么样也好，都能够比较好的去有一个安全的操作，并且回位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第一呢，我们现在将整个引擎舱盖开启拉手这个部分的位置建议去给大家做一个好一点的这个位置的一个确定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则是有关于该车型整体的设计当中，针对于这个碰撞问题，也就是安全带部分这一侧的问题。为了便于大家去观看我们现在就将整个这一侧的这个问题呢，去给大家以这个部分的形式呢去做一个演示。如果这是副驾驶。如果这是副驾驶的话，那么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副驾驶在没有人的时候，车辆在运行的状态下，有可能会有些颠簸，而轻微的颠簸就会造成这个问题。副驾驶呢，就是这样。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解决，那么一方面是能够在这边做一些缓冲，而另外一方面是做2层的这种折叠设计。这样一来的话呢，我在安全带不系的时候，这一侧部分本身就会有一个缓冲层，去给它更好的一些间隙，去给到控制这一块的一个碰撞的一个问题。所以就这一点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折叠设计的话呢，是一个折中方案建议能够去采纳一下。毕竟我们有些时候单车驾驶的时候。副驾驶那一边确实会遇到这种尴尬的一些碰撞、一些响声，这个是有的。而在接下来我所遇到的问题呢，则是有关于使用方面的。那么说到使用，得说到这个眼镜盒，眼镜盒设计偏小了，为什么呢？大家来看我这副眼镜呢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因为比起一般的这种偏光镜或者墨镜来说，它算小尺寸的。那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如果我现在将它放进来，我随意去放关不上。第一下肯定关不上，而且打开之后也是这样的，因为过浅的这个容积设计呢，导致它本身受重力影响的时候，它自己的这个眼镜会往下这么掉一下，这一掉之后呢，整个眼镜腿就已经是卡在了这个边缘，而这个边缘正好这个开口的设计又是这个锁扣的设计所在，所以它就变成了这样，完全关不上。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方法也非常简单，就是在这个面积稍微给它再稍微做的深一些，然后把这侧的边缘的护板给它稍微再延展一些。这样的话呢，如果能够让整个眼镜贴合并且是深藏在这个里面的话，那这一侧部分的开口呢也就不会再有干涉的问题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我们认为说，这台车型的眼镜盒设计的应该是比较匆忙，没有做太多的一些这种硬式上的一些测试。如果真的有做的话，这个眼镜盒不是这样的。而在接下来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整个这个变速箱面板的这个操控面板。那通常情况下，我们都喜欢把手机放在一个近手点的位置，比如说你随手放在哪个位置，通常情况下，要么就是通过一些这个出风口的一些这个支架放在这个位置也好，当导航用或者说放在这边的位置去给一个更好的一个荧光角。那还有一些人呢，则喜欢是放在一些储物格内，比如说手机旁，就是车门的旁侧，像这个位置。放在这儿，但你可以看到很浅，对吧？那么有没有更好的位置呢？有，在这儿。这一侧的位置呢，是一个放手机更好的位置，但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吗？你会发现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尴尬。所以实际上放手机最好的位置呢，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这个储物格。而以我这台魅族16的这个手机去做的话呢，你会发现它就只能这么放，整个边缘这一侧是完全放不进去了。完全放不进去，它确实宽了，而且宽了不少。
那就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我们建议把这一侧的边缘，包括内容机刷背带做得深一点的话呢，这一侧部分的一个储物空间就能够去用来放我们的手机，而且不会在整个变速箱面板上面去放置，其他的功能也能够一如既往的照常打开。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建议能够把这个容积大小做一下调整。而接下来还有一些使用上的问题呢，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了。你们可以看到的是，我在将整个这个扶手箱打开之后这个扶手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点烟器或者说接电器的这么一个接口，在最内侧的位置。说实话，你们现在看都不太好看，所以我现在如果去用的话呢，就不太好用。它是需要你去这么做的。首先我的小臂就已经被限制在了这个上方的盖板部分。其次，我的手反方向去用的话非常不舒服。那对比一下里面的这个东西，我们来看，如果你现在去看这个里面的 USB，请我的摄像师来给一个细节。如果咱们现在去看这里面的 USB 这个部分的位置的话，你会发现非常顺手，我这么去拔，这么去插都可以用。那这一侧的这个位置呢就被空开了，所以我认为接电器的这个部分的位置开口应该冲着这儿。这样的话，我们的手无论是你再去用、再去观察、再去看的时候，都是一目了然的，而不要放在反方向的这个位置。另外呢，如果你要将线引出来，并且用在我们说现在旁侧的副驾驶上这一块的话，你也会发现这一侧的线槽是完全没有的，这就给了我们更大的一些尴尬。那比如说我们的整个盖板在盖合的时候，你周围没有线槽，那线就会受到挤压，严重的情况下有可能会挤断线。所以冲两侧去开这个线槽，我觉得也是能够有给我们说，就是现如今啊，这个时代已经是手机已经不能离手了，这样的话会更方便一点。所以啊，这两个问题呢，就给你们说到这儿。一个是这个线槽啊，一个是这个线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现在接电器的这个开口。这两个问题呢，就都给你们说到这儿。另外还有一个需要去补充配置的问题，就是有关于我们的这个手套箱。在手套箱打开之后呢，大家都会发现，如果我现在将整个车辆的灯光关闭，周围的环境光源关闭之后，你会发现里面是没有灯的。那作为一个手套箱来说的话，又是一个我们说离我们驾驶器特别远的位置。那无论是光线的直射也好，还是散射也好，都不是很方便。所以这个位置设计单独的一个小灯用于照明，并且方便取物，这是一个比较，正经的这么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建议前排在这个手套箱部分的位置呢，也加上一个光源吧，这样会好一点。OK，那么看完了前排之后呢，如你们所见，也就是这些问题了。再多的一些这种问题呢，也几乎就没有，并且它的整个配置方面，包括我们说现在四项可调节的这个转向管柱，配置这个配置还是很厚道，然后多互联的这样的一个互联车机包括我们说八项的这个座椅调节，在这些车型的设计当中，包括像这个价位的车型当中来说，都是比较厚道的这么一个东西。那整车的做工，包括整个中控台的用料做的也都非常好，这个都没什么可说的，并且第一次将整个车机呢往下放了，所以能够看得见的一些优点，就是它确实在根据客户的一些意见，根据客户的一些这种想法，再去做更多的一些改进，更多的一些让步。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些东西能够做得更加彻底一点，让消费者真的是喜爱到这款车型，并且能够用得很顺手、很舒服，不怕有更多的问题，就怕不改。OK，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后排。那么在后排的这个问题当中啊，其实实际上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补个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现在对比一下前排的这个光源，这两侧的这个照明灯，我们请我们摄像师上来看一下，这是我关闭整个光源之后的状态，然后你们再来看一下后排的这个。如果前排因为你的整个空间在正常人员乘坐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拥挤，包括像是有更小的一些空间照射面积，你还算够用的情况下，后排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需要照明的范围是很大的。所以我们首先建议就是能够将整个后排的灯光光源照明效果能够加强一些能够加强一些。毕竟你前排如果还只是一些简单的取放物品之类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的话，那后排这个阅读它是阅读灯，后排这个阅读的这个效果还是要更进一步的去提起来。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来看问题啊。那请我的摄像师稍微让一下。第一个问题，后排安全带。
我们建议啊，这个时候你看整个安全带已经出来一半了，如果我要是开启动作再大一点的话，再猛一些的话，安全带就会这样，而所放的位置正好就是这个卡扣的回锁位。那么作为这个回锁位来说的话，很大方面的一个问题是这个锁扣部分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锁到这个位置，因为它在荡着。 OK， 那么现在我们来稍微演示一下，请我的摄像师往后退一下。如果我能够一直把它放在这个边缘的位置上，这就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我能够把它放在类似于像这种啊阻拦器的这个位置上，它呢就假如说它一直在阻拦器这儿啊，它就不会再有一个滑脱的问题，也就不会再有回位并且是阻挡整个这个座椅锁止的问题。所以从这点上去说的话，我们建议在整个后排座椅当中还是要有一个边缘的这么一个阻挡器，能够将整个安全带约束并且让它能够束紧，不会让它再有一个我们说收放过程当中去回弹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回弹回去了之后呢，确实整个座椅会让人误以为是有问题的，但其实是没有的，就是缺乏一个比较细心的一个设计。第二个问题呢，则是有关于后排乘坐当中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中央扶手。确实啊，整个中央扶手的这个设计，你看啊，整个回弹的效果我刚拉半天都没拉出来，特别紧凑紧致，而且整体的这个中央扶手杯架部分的这个密封程度也很好。但是你看整体的这个持握部分来说的话，弹出式的杯架明显更适合，因为我现在手放到这儿的话，这个杯架是没法用的，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乘坐，在乘坐的过程当中，我想先请我的摄像师来说一下整个后排这块，你在坐到上面，因为你身高跟我差不多，你在坐到这儿的时候什么感受？坐上比较贴后背，感觉比较很拥挤，嗯，不是很舒服，嗯，就是有点往前顶。对对对，就是、哎，那么如果能够把它稍微做的凹陷一些，再软一点呢？嗯，我感觉会更好。哎，就有点像这两边了，对吧？对对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后排乘坐质感尽可能统一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我的摄像师如果是这么说的话，那相信大家应该也就明白了。摄像师，你身高多少来着？1.7米。啊，我1.76米，我们俩是差不太多的。嗯。所以上半身这一块的感受是几乎一致的。所以这边呢凹陷并且让它再进一步的对位填充，这个事儿应该要贴到议事日程之上，建议能够在改款车型当中有更好的一个后排品质乘坐的这样一个感受给到我们消费者。那么接下来呢，则是有关于整个脚部放置问题。其实这个我在之前乘坐片的时候就说过啊，也就不多说了。这边呢已经坐平的情况下，你就稍微削削一下，不要让我的脚还没往收回来，对吧？主要提一下的问题就是 USB，在 VV7 上面得以改善的 USB 的这个插口部分的这个位置呢，在这个F5 的车型上面来说又一次出现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两拨人是同一拨人啊，我估计可能不是，因为如果真的有的话，他们应该考虑更完善的方案，也就是放在这个部分的位置上会更好。为什么放到这儿会更好呢？我们来对比一下，请我的摄像师看一下我的整个上半身的姿态。那么如果作为我的人啊，如果作为我的人，我正常去开这台车，就是坐这台车的时候，我的后排我在中间乘坐啊，我需要用到 USB 的时候，大概其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我给你们看看，大概其我就得弯腰，然后去插这个 USB 口，这中间位置对吧？如果我在右边，我又该怎么办呢？我在右边的情况下，那么一定会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弯腰去插拔 USB。但是如果在上面的位置呢，就变成这样了。中间呢就变成这样了，非常的方便，而且我对我们的腰部这边的负担不大。因为咱们都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在坐办公室，而且很多时候写文案啊，包括像是在电脑跟前座椅上的这个频率会更多一点，那么你再到了车上，然后还是要费到腰椎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稍微上点年纪的人，或者说是我们说工作强度大一点的这种人，可能腰肌这一块真的受不了。建议还是能够回到一个好的方案啊，能够把这 USB 往上移啊，移上来的话呢，一方面也好看也实用，而且位置上来说的话也确实是符合人体工程学啊。整体来说在后排的部分的问题呢也就这么多。那其实实际上针对于前排后排这边整体的体验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说该车型整体有一些轻微的一些瑕疵和不足，但是没有什么太致命的问题。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尾舱部分的表现到底如何。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有关于尾舱部分的问题解析。其实说实话，尾舱的问题在我们往次的这个车辆的评测当中还是出乎意料的少，这次应该算最少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这个 F5 这家车型其实实际上从前排到中排再到后排，也就是我们尾排这个部分的位置啊，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些这个旁枝末节的细小的一些瑕疵，或者说细小的一些这种优化上的问题。我们来看，那如果我们现在将这个车辆的整体的这个遮阳帘的盖板盖好，并且再将整个车辆这块的这个隔板拉起来，然后再将它挂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尴尬。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看一下整个这一侧的间隙，请摄像师给一个细节。哎，没错，如你们所见，整体这侧呢，这个间隙是挂不上的。为什么挂不上呢？我们看下面，这儿，哎，顶住了，对吧？这就是为什么它短一截挂不上的原因。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可能绝大多数的一些车友会这么干，这个时候就能挂上了。因为整体这边的间隙，由于它本身上下折叠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就能够有更好的一个间隙去给它给。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又会失去有关于它本身遮阳帘部分这边能够承载一些轻量化轻质的物品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取放备胎的时候，如果是这么挂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这个备胎也能够完全拿出来。那这样一来，还是建议能够让整个这节绳子啊稍微长这么一点点就够了。多少呢？就这么多，就差这一点儿。而差的这个部分啊，从整个下方这边的面板上面你去看的话，扬起的角度其实也不是很大，哎，就差这一点点。这算是一点轻微的一点点强迫症啊，一点点强迫症。而接下来的问题呢，则是有关于在这一侧部分，你们可以看，那在该车的设计当中，这一侧部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让位区。如果我们将现在将盖板放下来的话呢，就是这个样子的。那相对来说，这么大一个让位区不去利用的话呢，是有些可惜的。而且下方还有一个储物位，这边的储物位呢，我之前说过，放一些这个随车带的一些这个抹布啊、软质布品啊，或者说是这个简单的反光背心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一侧如果能够去给个扎带，我们是可以在这一侧借用一些卡扣或者支架的设计呢，去给放一些这个随手就能拿到的这个灭火器的设备。那从这一点上去讲的话呢，也是更加安全，而且是考虑的更加周到。这个其实也无所谓说难不难看的问题啊，这个安全第一啊，难看往后放。最后一点小的提示呢，则是有关于该车型的设计当中你会看到的这个下方的部分。那么我们在之前的这个尾舱解析当中已经说过了，下方这个部分还是建议要先做一层隔音，这个也是建议主机厂是不是能够考虑在出厂之前就给后方这边加一些这种止震垫或者止震胶。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应该就有更好的一些这种后边尾舱部分防止一些这个声音激荡或者说是尾舱共鸣的一些这个问题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些效果。而别的方面来说的话呢，也都没有太多问题，甚至于我们说在尾舱部分的照明来说也有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就这一点来讲的话，看到现在的这个部分的问题收集，我对于这台车来说的话，在静态部分还是很满意的。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引擎舱部分的问题收集。 OK， 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了我们今天在静态测试当中问题收集篇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引擎舱部分的问题收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在引擎舱当中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首先就着这次，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前大框部分上面的这个盖板呢已经拆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那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首先在这边灯光这个部分，在灯光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呢，你们能够看到有两组的调整机构啊，一个是上面这边的一个旋钮，可以通过这个十字螺丝刀啊去做调整，对吧？第二个部分呢，则是下方的部分有一个这个斜着的这么一个小的一个螺丝刀，这么一个轨道，能够让它去调整这边的一个螺件啊，能够去调整这边的划线。但是哪一组是远光，哪一组是近光，在这个上面呢，并没有制作标明，所以我们建议通过这个原厂的一些这种标示啊，能够去给到这个部分啊，尽可能告诉我们说，哎，如果这个灯光高度上面有一些问题需要去做调整的时候，那么这两组哪一组是近光，哪一组是远光啊，两边这个灯光都能够有一个详细的说明。所以第一个问题呢，就给你们说到这儿，灯光调整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则是有关于整个这个引擎舱部分的机盖拉锁。你可以看到几乎每一组卡扣上面都是严丝合缝的啊，这一组也是，这一组呢也是，都是很严的，就是它没有左右矿动量。但是到了这边的时候，不知道为何，咱们来看这个卡扣啊，它呢却给了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矿量。
而这种大框量呢，伴随着我们说这个护套往后滑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会出现有一个被卡住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如果卡住之后，这个边缘会一定程度上磨损护套以及整体的这个线套，所以就这一点来说，还是建议能够去把这个部分的卡扣跟这边做的一致，都变成这种很紧密的这样的一个紧配合设计，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这一侧部分的间隙也就得以了保证。这边这一侧部分的间隙如果是个紧配合的话，就能够让这个线速固定的非常紧就可以了。这是第二个问题。而第三个问题呢，则是有关于该车型整体的设计当中，针对于现在的这个备用保险。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保险丝盒打开了之后呢，咱们可以来看一下整体上面写的这些东西啊。那么如果能够将整个备用保险直接性设计在我们说现在整体的这个盒上，比如说这一侧部分的空位或者这一侧部分的空位，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能够很轻易的去看到备用保险在哪里。但是它整体的备用保险呢，却设计在了整体的这个基座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就可能会不太容易去分辨，而且还要对应每一个图编号去找到对应的这个保险。比如说这个保险备用盒是5678，对吧？这四个保险，那么对应的也就是12345678。如果对应这个图上去看的话呢，那么就得这么看。如果是这样看的话呢，这是保险夹，保险夹旁边数四个，也就是1、30安、20安、15安和10安的这几组保险，这四个保险才是备用保险。这就很麻烦。但如果把这个保险直接做在盒盖上，我们就知道它是备用保险了。所以这样一来是一个便利化的设计啊，建议这个能够去稍微优化一下。这个也是给我们说日后有一些这种临时应急啊，去做这些保险的一些这个检查呀、更换呀，也能够给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基本的基础支持啊，基础支持。那么再接下来我们能够看到的问题呢，则是来自于给予板。那么我们建议主机厂啊，由于考虑到本身这一侧给予板外循环口是在这一侧部分的位置，那么这个部分本身还是有一些热源辐射的，所以我们建议能够将整个这一侧的热量呢，尽可能在这一侧部分的位置予以隔绝。那么这个胶条部分的位置啊，咱们可以看两边的这个强度呢，都几乎是一致的。我建议在这一侧是不是能够稍微加高，或者是把这一侧的应力呢，给它稍微加强一点，对微密封一下。那这样一来，在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它就不会再有热空气再进入到整个这一侧的给予板的外围。那么自然风进去的时候，外界的温度是多少，这一侧进去的温度就是多少，所以自然送风这一块也就没有太多的热干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和现象了。所以在给予板这一侧的问题呢，就给你们说到这儿。而再接下来的问题呢，则是有关于该车型在整体这一侧部分呢，也就是我们说防火墙部分这一侧，如果能够有一个隔热的这个铝板，稍微去做一些对应位置的隔热的话，也会对于整个车内部分的温度呢，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因为毕竟它本身隔绝的有一定的热量啊，所以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啊，内部部分这一块的这个热量隔绝就给你们说到这儿。而在该车型的设计当中，我们也发现了更多的一些细节。那么由于本身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和这个电脑板部分的位置之间的间距呢，有点太近了，而且本身它又是个高位，那么在添加油液，包括像添加这个水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雨刮器的这个雨刮液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玻璃水，有可能会溅出去。那除了能够给一个漏斗的情况下之外呢，也更好的情况其实就是把这个部分做一个小的一个遮蔽，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就能够更好的去维持它的一个电气性能，并且能够有一个绝缘啊，因为毕竟水是个导体。也就纠结于这以上几点吧。那这个车型本身引擎舱部分的这个问题呢，几乎就到这儿了。为什么说几乎呢？是因为这样，我们少量的发现了该车型的设计当中会有一定的车辆会偶然的出现这个盖口啊，机油注入盖盖口的一个遇冷乳化的问题在这儿。但是这个问题呢并不是很严重。首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个机油盖口本身它这个是一层这个垫圈，对吧？而且这个垫圈本身耐油性呢可能会有一定的批次破不太好。我现在再将它放回去的时候呢，也会发现整体的这个盖子呢往上放的时候是非常不那么顺畅的一个状态啊，这也是我今天才发现的啊。你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盖口放回去的时候是不顺畅。
这就说明本身它自己的这个间隙配合上面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考虑到今天我们要看到的这些车型，是不是真的是每一台都会这样的？由于本身今天的这个气温还比较低的，展厅内的温度呢也不是太高，我们来对比一下车型，看看那一台车。同样啊，作为哈弗 F 5的这台车型来说的话呢，两台车型的设计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型是否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将这个盖板拿开，同样也来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设计，但是你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设计呢，它自己的这个入口盖的位置要偏低一些，没有那么高，对吧？那我们来打开看一下，非常好。好，我们现在放回去。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一侧的位置高度，如果对比这一侧的限速高度和我们说整个这一侧的这个板架本身它的这个高度来说，也就这么高，正好到我的第二根指节的这个横纹这儿，对吗？啊，好，我们去看看那个。来，我们看一下该车型的设计。这个基本上来说的话，高度是一致的，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问题呢？可能很大程度上的原因是因为本身的这个密封圈，它的密封会有一定的这个配合问题，建议厂家呢能够去用更好的一些密封圈去尽可能杜绝这个入口盖的这样一个乳化问题，毕竟也不是太好看。那从这几个问题上面来说的话呢，倒是也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地方了。整车这边的做工还做得不错，而且整个车的发动机舱大线，甚至于像整个这一台1.5升的这个引擎，它自己的这个自身的一些优化设计也好，包括像它现在动力输出也好，在账面数据上来看都是 OK 的。那么接下来就得等待我们现在的路试了，到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该车型整体的表现到底如何。瑕不掩瑜， F5 这台车型其实实际上仍然是我们说现在哈弗全新产品线当中继 F7 之后可能更有竞争力的这么一款车。那从这点上去讲的话呢，我们也是希望哈弗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这个让我们能够更自豪的一些民族的这样一些产品能够出来，不光是能够让我们千家万户能够享受到，也让我们更多时候能够在日常的使用当中减少一些维护，减少一些维修，这个才是精品车型应该做到的并且必须做到的一个点。感谢大家的收看，这里是0996车评中心，我是车评人郑刚，欢迎大家在汽车之家以及优酷的这两个站点的平台呢去观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124214136的这个微信号呢，能够去做一些联系。与此同时也可以搜索0996车评或者车评人郑刚，就能够看到我们往期的一些节目以及在一些其他站点的这样一些节目了。OK， 那么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这里是0996车评中心，我呢会和我的上师会在下期节目会和大家见面，到时候路测的时候再见。OK， 好，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实际上就是我的今天的这个新的小伙伴啊，跟我们大家的这个观众第一次见面的这个时间。那我想作为我的新的上师，也是我新的这个节目搭档，先来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王磊。